子过得真快，一转眼二女儿今年四月就该上初中了。早上忙完家务，现在准备去银行办理一下中学的入学相关手续。办完事，我便来到了附近的商店街，想逛逛无印良品。无印良品有许多平价而且质量高的商品，因为它用料崇尚自然，质地柔软，而且色调款式都很素雅简洁，经久耐穿，在日本女性消费者中相当受欢迎。想给大女儿买这条简洁大方的休闲裤，和这件蓝色开领衫配套的高领毛衣，以前正好买过。在日本无印良品各类商品中，它的护肤品也有相当的市场氛围。其特点在于采用的原材料最大限度的接近自然，而且低刺激，除个别情况下，每位消费者都能放心地从众多商品中选择到适合自己的化妆品。这款高保湿化妆水是无印良品化妆品中排榜第一的畅销品，它使用了岩手县 100% 纯天然水，而且不加任何加工，适合任何年龄阶层在干燥的冬季使用。这套人气抗衰老护肤系列能帮助防止干燥起皱，抑制斑点和皮肤失去弹性。这是一款集水乳防晒为综合一体的凝露，它的质地轻薄，很容易抹开，也很贴合肌肤。这些都是使人心灵沉静，帮助舒缓精神压力，增进健康的天然植物精油。其中有悦提神的甜橙柠檬精油，使人心灵沉静的木类精油，比如檀香、大西洋雪松精油，还有具有舒缓修护效果的薰衣草精油等等。这是家居芳香精油扩散器，十分钟后我出了店儿，比较一下方才抹在左手背上的凝露，这是没抹过的右手，看来效果蛮不错的。回家了，今日一分钟，日下古堂，耶！化妆有两种说法，化粧、化粧、化粧 ，make、make、make， 卸妆，化粧を落とす，化粧を落とす，化粧を落とす。メイクを落とす、メイクを落とす、メイクを落とす。